早上好，今天是八月份的第一天哦，年初一。八月初一，八月份呢，想到的也就是中秋节吧。这是今年制作的中秋月饼哦，它的皮是两种口味的。右手边的是抹茶的皮，日本抹茶。第二个呢是咖啡，也就是白咖啡，加了白咖啡。然后馅料呢是白莲蓉，还有蛋黄，有一些是做成双黄，有一些是蛋黄，有一些是纯粹只有白莲蓉，因为女儿只吃白莲蓉。这里呢，也就是有咖啡跟抹茶的，这是抹茶的，然后呢，这是咖啡，这是第三天回油过后的哦。